欢迎您来到八零有声书频道。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商业冒险商业书籍，巴菲特推荐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称之为我读过的最好商业书。作者是约翰布鲁克斯 （John Brooks），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财经作家之一。第十一章：每条狗都能咬一口。 没有泄密的商业泄密案件。当一名研发人员想跳槽的时候，公司就以泄露商业机密的理由把他告上法庭。是所有的技术人才终生都不能换工作，还是公司无理取闹？一九六二年夏季，美国各公司的研发项目中有着成千上万非常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在俄亥俄州亚克朗市古德里奇公司 （D.F. Goodrich Company） 工作的唐纳德 ·W。 沃尔格穆特 （Donald W. Wolgamuth） 就是其中一位。沃尔格穆特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得了化学工程专业理学学士学位。大学一毕业，他就直接进入了古德里奇公司化学实验室工作，起初月薪是三百六十五美元。自那时起，除了参军的那两年，他一直在古德里奇公司工作。 参与了诸多工程和研究项目，并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涨了十五次薪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他三十一岁生日时，他的年薪达到了一万零六百四十四美元。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大高个儿，为人独立，一脸严肃，一副脚质架的眼镜衬得他的脸像猫头鹰般严肃而睿智。 他住在亚克朗 （Akron） 市郊沃兹沃斯 w t s w o r t h 的一处低矮的平房内，同住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他们十五个月大的女儿。总而言之，他就像普通的美国成功青年一般无趣。他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他的工作性质，他是古德里奇公司宇航服工程部经理。过去那些年里，他一步一步爬到了这个位置上。 期间，大量参与设计并制作了“水星计划”的宇航员们，在绕轨道和亚轨道飞行时所穿着的宇航服。十一月的第一周，沃尔格穆特接到了一位猎头经纪人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对方称特拉华州多佛 （Dover） 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们非常希望能和他聊一聊，邀请他去公司就职的事宜。尽管对方三缄其口。 跟其他猎头经纪人一样，不愿在刚开始接触潜在职员时就透露对方公司名称。可沃尔格穆特立马就猜测到了这家大公司的身份。国际橡胶公司 International Latex Corporation 就坐落于多佛。在公众眼中，国际橡胶公司以制作女性紧身搭和胸衣闻名，但沃尔格穆特知道。 这家公司也是古德里奇公司在宇航服领域三大竞争对手之一。他还知道，国际橡胶公司最近斩获了一份总价值达七十五万美元的分包合同，为阿波罗计划（又称人类登月计划）研发宇航服。事实上，国际橡胶公司正是打败了古德里奇公司和其他对手，才拿到了这份合同。 所以这家公司是当前宇航服领域最为炙手可热的公司。除此以外，沃尔格穆特对自己在古德里奇公司的处境也有些许不满。一方面，他的工资较之于其他三十多岁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跟古德里奇公司里与他平级的人相比，却要少得多。 另一方面，前不久他向公司提出要给宇航服厂房添置空调或过滤器，用以除尘，却被公司拒绝了。于是，沃尔格穆特打电话与猎头经纪人提到的那位公司高管进行了联系，果不其然，对方就来自国际橡胶公司。随后的那个周末，沃尔格穆特去了多佛。 他向古德里奇公司请了周一的假，公司还欠他假期。总共在多佛待了一天半。这一天半里，他享受到了真正的红毯级别的待遇。他后来如此形容这次经历：国际橡胶公司工业产品部主管莱昂纳德·谢泼德 （Leonard Shepard） 带着他在宇航服开发部转了一圈。副总裁麦克斯。 费勒 （Max Feller） 在家招待了他，另一位公司高管则为他讲解了多佛的住房情况。最后，周一午饭前，他与这三位高管一起谈了话，随后三位高管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待了大约十分钟。后来在法庭上，沃尔格穆特如此描述这个场景。 等他们再次露面，其中一位高管邀请沃尔格穆特加入公司，并担任工业产品部的工程经理，主要负责宇航服开发，并开出了一万三千七百美元的年薪，自十二月起生效。沃尔格穆特随后打电话求得了妻子的同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他的妻子本就来自巴尔的摩 （Baltimore），听说自己有可能要回到他的那方世界。 他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沃尔格穆特接受了公司的邀请，并在当晚坐飞机返回了亚克朗市。周二一大早，他与自己在古德里奇公司的顶头上司卡尔·埃弗勒卡尔 r 弗尔见了面，把自己将在月底离职并转投其他公司的消息告诉了他。“你在开玩笑吗？”埃弗勒问道。“不，我没开玩笑。” 沃尔格穆特回答说：“沃尔格穆特后来在法庭上做报告时说，这段简短干脆的对话结束后，如同古往今来所有损失了职员的老板一样，埃弗勒抱怨月底之前要找到一个够格的人来接替有困难。”沃尔格穆特把那天剩下的时间都用在了整理部门文件和清理桌上未完成的事物上。第二天一早。 他去见了古德里奇公司宇航服部门高管维恩·加洛维 （Win g a l l o a y 后者一直与他合作密切，两人的关系长久以来都非常好。沃尔格穆特后来表示，尽管那时候在公司的上下级关系中，他并不隶属加洛维管辖，但他还是觉得欠加洛维一个解释，应该亲自向他解释我的看法。 沃尔格穆特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始了两人的交流。他将一枚水星计划太空舱形状的胸针交给了加洛维。这枚胸针是他参与水星计划宇航服工作所获得的奖励。现在，他说他觉得自己无权再佩戴这枚胸针了。加洛维问他究竟为什么选择离开。沃尔格穆特说，答案很简单。 他觉得加入国际橡胶公司在薪酬上和责任上都是一种提高。加洛维则道，沃尔格穆特做出这样的选择，将把一些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带到国际橡胶公司去。具体说，就是古德里奇公司用于制作宇航服的流程信息。在交流中，沃尔格穆特问加洛维，如果他收到了类似的邀请，他会不会接受？ 加洛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还补充道：“如果有一群人带着一种简单且安全的抢银行的办法找到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接受。”加洛，洛维说：“沃尔格穆特应该在忠诚和道义的基础上做决定。”这句话被沃尔格穆特视为在指责自己背信弃义。他后来解释说自己当时发火了，对加洛维说了一句不顾后果的话。 忠诚和道义也有标价。国际橡胶公司付足了这笔钱。此后，危难近在眼前。中午前，埃弗勒把沃尔格穆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公司已经下了决定，让他趁早离开公司办公楼，把正在进行的项目列个表，再走一走其他必要程序后，就马上走人。 那天下午三四点，沃尔格穆特正忙着完成这些事情，却接到了加洛维打来的电话，说是古德里奇公司的法律部门想见他。沃尔格穆特来到了法律部门，对方问他是否打算把属于古德里奇公司的机密信息用到国际橡胶公司去。根据古德里奇公司的律师后来在宣誓书中所述，沃尔格穆特又一次不顾后果地答道：“你拿什么证明？” 对方随后告诉他，从法律上讲，他没有转投国际橡胶公司的自由。尽管古德里奇公司没有与他签署美国行业内常见的那类合同，这类合同规定，雇员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转投竞争对手的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但沃尔格穆特从军队中回来后，与古德里奇公司签署了一份常规协议。 同意对工作原因所得知的公司所有信息、档案、文件进行保密。要不是古德里奇公司的律师提起，沃尔格穆特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律师还告诉他，即使他没有签署这项协议，商业保密法规的现有原则也不允许他前去国际橡胶公司从事宇航服相关工作。此外，如果他依旧一意孤行， 古德里奇公司可能会起诉他。沃尔格穆特回到办公室，并给费勒打了个电话，也就是他在多佛面见的那位副总裁。等待电话接通的那段时间，他跟过来看他的埃弗勒谈了谈。埃弗勒对他的背信弃义所持的态度似乎强硬了许多。沃尔格穆特抱怨说，他觉得自己处在了任由古德里奇公司宰割的境地。 而这一点在他看来，极大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埃弗勒火上浇油的说：“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发生的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并可能会大大影响他以后在古德里奇公司的前景。现在的情况对于沃尔格穆特而言，似乎离开就可能会被起诉，而留下则会遭人鄙夷。”多佛那边的电话接通后，沃尔格穆特告诉费勒。 以自己现在的处境，他去不了国际橡胶公司工作了。不过，当天晚上，沃尔格穆特的前景似乎好转了一些。在位于沃兹沃斯的家中，他给家庭牙医打了个电话，对方向他推荐了当地的一位律师。沃尔格穆特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律师，后者于是打电话咨询了另一位律师。 这两名律师最终认定，古德里奇公司很有可能是在虚张声势。即便沃尔格穆特去了国际橡胶公司，他们也不会真的起诉他。第二天，也就是周四一早，国际橡胶公司的高管们给他回了电话，并向他做出保证：如果他被起诉，公司会承担他的法律费用，并补偿他全部的薪资损失。如此一来，沃尔格穆特底气足了许多。 随后的两小时里，他通过亲自造访和打电话的方式，各传达了一条信息。他把两位律师的话当面转告了埃弗勒，并打电话告知法律部门自己改变了主意，执意要前往国际橡胶公司工作。后来，他清理完了办公室里的工作，就永远离开了古德里奇公司的办公楼，没带走任何文件。 周五，古德里奇公司的总法律顾问 R.G. 杰特 R.G. Jeter 给国际橡胶公司劳资关系部门主管埃默森 P. 巴雷特 Emerson P. Barrett 打了个电话，表示沃尔格穆特前去国际橡胶公司工作，给己方带来了商业秘密上的担忧。巴雷特回应道：“尽管沃尔格穆特被聘职位是宇航服设计和制造。” 但国际橡胶公司对刺探古德里奇公司的商业秘密不感兴趣，只对获得沃尔格穆特先生的普通职业能力有兴趣。这个回答没能让杰特满意，也没让古德里奇公司满意。这一点在下个周一就显露无疑。当天晚上，沃尔格穆特正在亚克朗一家叫做布朗德比 （Brown Derby） 的饭店里，与四五十个朋友共进告别宴。 一位女服务员突然告诉他，外面有个男人正等着见他。那名男子是亚克朗市属萨米特郡 （Summit County） 的副警长。他见沃尔格穆特出来了，就递给他两张纸。其中一张是民事上诉法庭的传票，出庭时间大约在一周以后；另外一张是古德里奇公司递交给该法庭的诉状的复印件，在诉状中。 古德里奇公司要求法院永久禁止沃尔格穆特将古德里奇公司的任何商业秘密透露给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同时也禁止他在除原告以外的任何公司从事任何与高空压力服、宇航服和或类似保护性服装相关的生产和或销售工作。在中世纪，人们完完全全认可保护商业秘密的必要性。 那时，手工业行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力度令人嫉妒。行会甚至严格规定，雇员们不可以换工作。放任主义 （laissez faire） 工业社会强调个人有权抓住他最好的机会来获得成功，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更换工作更加自由。但是，哪怕如此，各个组织保护自己商业秘密的权利仍旧保留了下来。 在美国法律中，与商业秘密相关的基本法令是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在处理1905年芝加哥案件时定下的。霍姆斯写道：“原告有权将自己所做的工作，或者付钱让别人做的工作保密。虽然其他人如果愿意，也可以做相似工作，但这一点不会给予他们窃取原告工作成果的权利。” 这条法令哪怕算不上非常老练，但直率的令人敬佩。自其颁布起，几乎每个关于商业秘密的案件都会引用这段话。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研究和产业组织都变得越发复杂，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到底什么算是商业秘密？哪些行为构成了窃取商业秘密？ 美国法律研究所的 American Law Institute 一九三九年颁布的权威文本《侵权法重述》（Restatement of Torts） 中，大胆涉及了前一个问题。其陈述或重述到：商业秘密可以包括一个公司用过的任何配方、模式、装置或者编纂的信息，只要上述内容为该公司赢得了相较那些不知道或不使用这些内容的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 就算做是商业秘密，但是，一九五二年在俄亥俄州法院庭审的案件中，法院判决称，尽管阿瑟·莫里 （Arthur Murray） 教授舞蹈的方法独特，且对从竞争者那里吸引顾客有可能有帮助，但不能算是商业秘密。我们所有人都在上百万件事情上有着我们的方法：我们扎头发的方法，我们擦鞋的方法，我们修剪草坪的方法。 法院方面仔细思考后得出了结论：商业秘密不仅要独特，并在商业上有益，同时也需具备内在价值。至于窃取商业秘密包括哪些内容，可以参照一九三九年密西根的一次庭审。这次庭审中，荷兰曲奇机公司 Dutch Cookie Machine Company 指控其前雇员要挟，要用机密的方法制作他自己的曲奇机。 法庭认定，荷兰曲奇机的制造过程中包含至少三个秘密流程，并禁止这位前雇员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这些秘密。然而，密歇根最高法院 （Michigan Supreme Court） 收到上诉请求后发现，尽管被告知道这三个秘密，但未计划将这些秘密用在自己的操作中。于是，最高法院就此改判并取消了禁令。 诸如此类，生气的舞蹈老师、曲奇机制造商等等，都经历了美国的庭审。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原则已经日臻完善，困难主要出现在个别案件中这些原则的适用程度上。近年来，随着私人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这类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企业扩张速度可用一个非常好的数据来衡量：一九六二年。 私企研发总投入为一百一十五亿美元，较一九五三年翻了三倍多。没没有公司愿意看到他们用一大笔钱砸出来的研究成果，就这么通过公文包或跳槽的年轻科学家们流传出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改良捕鼠夹的人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当然前提是这种捕鼠夹获得了专利。 在那个科技相对简单的时代，专利基本上涵盖了商业上全部的知识产权，所以那时候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非常少见。然而，在今日，那些更好的捕鼠夹，诸如进入轨道的宇航员身上穿着的宇航服中涉及的一些流程，往往无法获得专利。由于古德里奇公司起诉沃尔格穆特一案的审判结果，可能牵扯到数以千计的科学家。 及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所以其公众关注度非比寻常。在亚克朗市，无论是当地报纸《灯塔报》，还是当地人民，都在热情的讨论该案件。古德里奇是一家老牌公司，对待雇员有着强烈的家长作风，且非常看重其所谓的商业道德。 沃尔格穆特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异常不安，古德里奇公司的一名在任已久的高管近日说道：“据我判断，此次事件是公司多年来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次事件。事实上，古德里奇公司从事商业活动九十一年历史中，从未使用过起诉的手段来防止前雇员透露商业秘密。当然，以前有过许多身处敏感职位的员工离开。” 但是在那些离职中雇佣我方前雇员的公司，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一次，古德里奇公司的一名化学家要转投另一家公司，当时的情况让我们以为他要使用我们的工艺方法。我们与他及他的新雇主交流了一下，结果是那家与我们竞争的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推出其雇佣我们的员工去开发的那项产品。 这才是对雇员和公司来说负责任的行为。在沃尔格穆特的案件中，当地社区和公司雇员一开始对公司有一些敌意，一家大公司起诉一个小职员之类的议论。但是他们渐渐理解了我们的观点。《b e a c o n Journal》古德里奇公司的法律部门收到了不少询问该案件的来信，说明亚克朗市以外的人对此也十分关注。 显然，人们把古德里奇公司起诉沃尔格穆特案看成了风向标。有些询问来自有着类似问题或者预计会有类似问题的公司。另外，有数量惊人的询问来自年轻科学家们的亲戚，他们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家孩子这辈子都得干他现在干的工作了？”事实上，重要的问题亟待决定。本案法官不管做出怎样的决定。 前方都有陷阱在等待。一方面，审理结果有可能让公司研究成果不受保护，这种情况将最终导致私人研究资金干涸；另一方面，则有可能让上千科学家正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智慧，永久的处于智力奴役的悲惨且可能不合宪法的状态中，他们会因为知道太多而被禁止改换工作。 此次庭审在亚克朗市进行，时间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二日，中间有一个星期的休庭时间。庭审由弗兰克 ·H· 哈维 （Frank H. Harvey） 法官主持。与所有此类案件相同，此次庭审没有陪审团。沃尔格穆特本该在十二月三日进入国际橡胶公司就职。 但他自愿与法庭达成协议，留在了亚克朗市，并积极为自己辩护。禁令 （injunction） 源自罗马法，是古德里奇公司正在寻求的解决方案，也是其他任何被盗取秘密的公司可以寻求的解决方案。在古代，它被叫做禁制 （interdict），如今苏格兰仍然沿用了这种叫法。古德里奇所做的请求。 其实是让法院对沃尔格穆特下令，不仅禁止他泄露古德里奇公司的秘密，而且也不许他到其他公司的宇航服部门就职。任何违反此类禁令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藐视法庭，将被处以罚金、监禁或两刑并罚。古德里奇公司对本案有多重视，从他们请来了杰特本人担任律师团团长这点上就可看出。 杰特是古德里奇公司的副总裁和秘书，是专利法、普通法、员工关系、工会关系及员工抚恤金方面的终极专家，在其他事务上也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已经十年无暇亲自参与庭审了。被告方首席法律顾问是理查德 ·A· 切诺维斯 （Richard A. Chenov），来自亚克朗市的伯勒斯 （Buckingham Doolittle） 与 Burroughs 律师事务所。 国际橡胶公司尽管并非本案的被告，将他请来处理此案，以履行其对沃尔格穆特的许诺。从一开始，双方就达成了以下共识：如果古德里奇公司要赢得本次诉讼，就必须证明三点：其一是古德里奇公司的确拥有商业秘密；其二是沃尔格穆特知道这些商业秘密。 且一旦秘密泄露，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三是，如果法院不下达禁令，公司将会遭受无法挽回的伤害。就第一点，古德里奇公司的律师询问了埃弗勒、加洛维以及另一名公司员工，试图以此证明古德里奇在制作宇航服方面毋庸置疑的知晓一些商业秘密，其中就包括制作宇航服头盔坚硬外壳。 面甲、塑料袜底和手套内衬的方法，将头盔与宇航服其他部分系在一起的方法，以及将一种叫做绿丁橡胶的耐磨材料应用于双向拉伸面料的方法。沃尔格穆特试图以己方律师诘问的方式，证明所有这些过程都完全不是机密。例如，绿丁橡胶的这套流程，埃弗勒将其描述为古德里奇公司一种非常重要的商业秘密。 辩方律师则举出了国际橡胶公司的产品贝尔乐金腰带 （Platex Golden Girdle） 为证，这种产品既非机密，也不是为了在外太空穿着所设计，但腰带中的双向拉伸面料就应用了氯丁橡胶。切诺维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还特地向全体在场人员展示了贝尔乐金腰带。两家公司也没忘带宇航服上法庭。 双方还都是找人穿着上来的。古德里奇公司带来了一九六一年款的宇航服，试图向大家展示他们公司的研究成果，不希望由于商业秘密的泄露而损失掉的研究成果。国际橡胶公司带来的也是一九六一年款的宇航服，目的是展示国际橡胶公司在宇航服开发方面已经走在了古德里奇公司前面。 所以对窃取对方公司秘密不感兴趣。国际橡胶公司的宇航服样子非常奇怪，穿着它上法庭的公司职员看上去很不舒服，一脸难以忍受的表情，像是不适应地球上或是亚克朗市的空气似的。他的空气管没有勾住，他觉得很热。灯塔报次日在报道中解释道：“无论如何。” 他经受了十到十五分钟的煎熬。当辩方律师向一名证人询问他的服装情况时，他突然用一种极端痛苦的方式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法庭记录下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这很可能是庭审年鉴中独一无二的一幕。穿着宇航服的男子，我能把这个脱了吗？指头盔，法官，可以。古德里奇公司举证责任所涉及的第二点。 沃尔格穆特知道古德里奇的商业秘密，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沃尔格穆特的律师做出了让步，表示古德里奇公司在宇航服方面对他毫不隐瞒，公司知道的他就知道。辩方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沃尔格穆特未带走任何的文件资料，这点毋庸置疑；第二，沃尔格穆特不可能记住复杂的科学流程中的细节。 即便他想要这么做，就举证责任的第三点，是否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杰特指出，古德里奇是历史上首个制造出全压飞行服的公司，为威利·波斯特 （Willy Post） 一九三四年的高空实验所制作，并从那时起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宇航服研发工作。该公司无疑是宇航服领域的先锋。 并且在这之前一直是该领域的领军者。与之相较，国际橡胶公司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制作全压服装。杰特试图将该对方公司描绘成穷凶极恶的暴发户，计划挫败古德里奇公司多年来的研究，并因此雇佣了沃尔格穆特。杰特还表示，哪怕国际橡胶公司和沃尔格穆特的意图完全友善。 在国际橡胶公司宇航服部门工作期间，沃尔格穆特也无法避免透露古德里奇公司的秘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杰特都不愿意将其看成是善意之举。对辩方不利的证据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点，针对国际橡胶公司，其求贤的对象只有沃尔格穆特一人；第二点，针对沃尔格穆特本人。 其对加洛维说了那番忠诚和道义有标价的话。辩方律师驳斥了杰特提出的泄露秘密不可避免的论点，并且理所当然否认了任何一方有恶意的说法。最终，本次庭审在沃尔格穆特的宣誓中结束。他在法庭上宣誓道：“我将不会泄露给国际橡胶公司任何我认为是古德里奇公司商业秘密的内容。” 这个结果当然给古德里奇公司浇了一盆冷水。听取了各方证据和双方律师的总结陈词之后，法官哈维宣布择日再判，并对沃尔格穆特下了一道临时性命令，禁止他将敏感的秘密泄露出去，也暂时不许他参与国际橡胶公司的宇航服项目。他可以入职国际橡胶公司，但是不能参与宇航服相关工作。 直到法庭下达正式判决。十二月中旬，沃尔格穆特离开家，独自一人来到多佛入职国际橡胶公司，从事其他产品相关的工作。一月初，他成功卖掉了沃兹沃斯的房产，并在多佛购置了新房。一家人终于在他新的工作地点团聚。同时，在亚克朗市，双方律师以递交简要陈述的方式相互争论。 试图以此对法官哈维施以影响。他们就法律中几个不错的点进行了讨论，但仅仅是辩论，未达成结论。随着争论的深入，有一点越发清晰，那就是本案的实质其实非常简单。实际上，本案的事实情况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一个人还没有泄露商业秘密， 且不清楚他是否试图如此行事，那这时该不该正式下令禁止他泄露上述商业秘密？第二，如果一个人的新工作存在着诱使他违法的特殊引力，该不该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禁止他改换工作？辩方律师对两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快速翻阅了众多法律书籍后，他们找到了支持己方论点的引证。与其他法庭做决定时不同。 法律教科书作者们的一般陈述在庭审时不能代表官方，但如果引用的明智而谨慎，律师们可以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提供参考文献的支撑。辩方律师的引用来自《商业秘密》一文，由里兹戴尔·爱丽丝 r i s d e l a l i s 所写，发表于一九五三年。文中提到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通常情况下。 要等到有证据表明更换工 trade secrets 做的雇员未履行含有或暗示其需保密的合同之后，该雇员的前雇主方可采取行动。在侵权法中有一条准则：每条狗都可以免费咬一口。只有当一条狗通过咬人之举证明其确有恶意后，才能认定其有恶意。 与狗的例子相同，前雇主必须等到前雇员做出明显过错之举后，方可采取行动。这条准则不仅形象生动，且完完全全可以应用到本案之中。古德里奇公司的律师们为了反驳这条准则，从同一篇文章中找出了他们自己的引证。律师们在争论中反复引用《爱丽丝商业秘密》。 一文中的内容相互打击，因为这是萨米特郡法律藏书中唯一一篇涉及该主题的文本。双方理所应当地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支持己方论点，古德里奇公司的律师们找到了爱丽丝所说的与商业秘密案件有关的一段话。这段话涉及的案件中，辩方公司被指控引诱另一家公司涉及保密事务的职员跳槽。 爱丽丝说：“如果被告方公司雇佣的是涉及保密事务的职员，在已有详尽证据的情况下，则可以进一步推断，被告方此举的驱动力是获取原告方的秘密。换句话说，爱丽丝显然觉得，在情况可疑的时候，一口也不许咬。她这么说，到底是自相矛盾，还是完善了论点，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爱丽丝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所以不能就这个问题咨询她本人。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哈维法官研究完双方陈述，并仔细进行了思考。随后，他用了整整九页纸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判词中充满了悬而未决的东西。他写道：“首先，他相信古德里奇公司在宇航服方面的确拥有商业秘密。” 且沃尔格穆特有可能记住并将这些秘密泄露给国际橡胶公司，从而对古德里奇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其次，他解释说，毫无疑问，国际橡胶公司之所以希望得到沃尔格穆特在这个领域宝贵的经验，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合作的所谓阿波罗计划正在进行中。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沃尔格穆特被允许进入国际橡胶公司的宇航服部门工作，他将有机会把古德里奇公司的秘密信息透露出去。再者，国际橡胶公司出席庭审的代表们展现出了该公司的态度，这一态度让哈维法官相信，国际橡胶公司打算让沃尔格穆特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有益信息都告诉公司。 他的观点表达到这儿，显然事情看起来对辩方不利。然而，法官洋洋洒洒写了六页才写到这个。然而，研究了双方律师关于第一口免费的争议以后，他总结道：在被告方尚未透露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不可对其下达禁令，除非有大量且清晰的证据证明被告方心怀不轨。法官指出，本案的被告是沃尔格穆特。 如果他有任何的恶意，或一方似乎都是国际橡胶公司而非他自己。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一些技术原因，他的结论如下：本法庭认定并下令驳回对被告施加禁令的请求。古德里奇公司立马提起上诉。萨米特郡上诉法院 （Summit County Court of Appeals） 就此案延迟宣判，并且下达了另一道限制令。与哈维法官的限制令不同。 这道县令允许沃尔格穆特在国际橡胶公司从事宇航服相关工作，但是依旧禁止他泄露古德里奇公司敏感的商业秘密。沃尔格穆特虽首战获胜，却开始了新的法律抗争。此令下达后，他去了国际橡胶公司月球服商店工作。在交给上诉法院的简要陈述中，杰特和他的同事们明确地表示。 哈维法官的决定不仅在某些技术层面上存在错误，而且他的结论必须有证据表明被告方不忠诚才能下达禁令，也是不正确的。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忠诚还是不忠诚，而是会不会危及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有没有可能被泄露出去。古德里奇公司的陈述十分严厉，同时又有些前后不一致。 因为之前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企图让国际橡胶公司和沃尔格穆特看起来不忠诚。沃尔格穆特的律师当然没有放过这里的不一致，他们在陈述中说道：“古德里奇公司不满哈维法官的结论，可真是件奇事。”显然，他们觉得哈维法官的观点较为温和，对原告方有利。上诉法院于五月二十二日下达了判决。 法官阿瑟 ·W· 多伊尔 （Arthur W. d o l e 和法院两名同事达成一致，并执笔下令部分撤销法官哈维的决定。一方面，法院发现目前存在着现实的泄密威胁，尽管实际泄密没有发生，并且一项禁令可以防止未来措施的发生，于是便下令禁止沃尔格穆特将古德里奇公司称为商业秘密的任何流程和信息透露给。 国际橡胶公司。另一方面，多伊尔法官还写道，沃尔格穆特有权在竞争对手的公司任职，并用他的知识、商业秘密以外的知识及经验为他的新雇主服务。我们认为这一点毋庸置疑。简单的说，沃尔格穆特终于可以自由的入职国际橡胶公司，并永久从事宇航服方面的工作了。 只要他在工作中不把古德里奇公司的秘密透露出去就行。双方都未将萨米特郡上诉法院的判决上诉到俄亥俄州最高法院 （Ohio Supreme Court） 或者到更上一级的美国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所以，随着上诉法院的决定下达，沃尔格穆特案就此结案。庭审结束后，公众关注度渐渐退散。 专业人员的关注度却与日俱增。毫无疑问，上诉法院五月作出判决后，专业人员对此案的关注度进一步蹿升。三月，纽约律师协会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与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联合主办的商业秘密研讨会中，讨论的重点就是沃尔格穆特案。 那年随后的几个月里，出现了多起担心商业秘密泄露的雇主们起诉前雇员的案件，他们可能是想依仗沃尔格穆特案的判决为先例。一年后，法院有超过二十四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待定，其中最有公众影响力的要属杜邦公司 （DuPont e e Nemours 与 Co.） 起诉前研究工程师一案。 杜邦公司试图阻止其前任研究工程师参与美国甲碱化工公司 American Potash 与 Chemical Corporation 某些稀有色素的生产之中。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杰特会担心上诉法院禁令的执行，担心在国际橡胶公司实验室锁起的门后，对古德里奇公司怀恨在心的沃尔格穆特会抱着侥幸心理，不顾法庭的命令，咬上那免费的一口。 不过，杰特并没有如此看待事情。我们会假定沃尔格穆特和国际橡胶公司知道法庭下达了命令后，会依照法律行事，除非且直到事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杰特在结案后总结道：“古德里奇公司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确保法院命令得到执行或者重视。不过，如果有人违反了法院的命令，” 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发现，沃尔格穆特毕竟要与他人一同工作，而这些人总会入职和离职。在二十五位经常与他接触的雇员中，有可能有一到两人会在两年内离开国际橡胶公司。此外，你能从既与国际橡胶公司合作又与古德里奇公司合作的供应商那里了解到许多消息。另外，客户也是消息来源。 不过，我不觉得有人会违反法院命令。沃尔格穆特已经经历了诉讼，这对他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挑战。他现在知道了自己的法律责任，以前他可能不知道。沃尔格穆特本人也在1963年末表示，结案以后，他收到了同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其他科学家发来的众多问询，他们主要的问题是。 你的案子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跟我现在的工作过一辈子了？沃尔格穆特告诉他们，结论应该由他们自己得出。沃尔格穆特同时也表示，法院的命令对他在国际橡胶公司宇航服部门的工作不造成影响。命令中没有明确指出古德里奇公司的商业秘密具体包括哪些，因此我把他们声称是秘密的东西全都当做秘密对待。 他说道：“不过，在避免透露这些东西的同时，我的效率没有受到影响。比如，古德里奇公司声称用聚氨酯做内衬的过程是商业秘密，可这个材料国际橡胶公司早就尝试过，并且觉得不很满意。他们当时没准备继续研究这些内衬，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对国际橡胶公司而言，我对他们的作用跟没有禁令是一样的。”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如果我现在收到其他公司更好的邀请，我肯定会慎重考虑。上次我没有这么做。沃尔格穆特，庭审后新生的沃尔格穆特说话的声音缓慢而紧绷，中间还会停下好一阵子用于思考，就好像说错话脑袋就会遭雷劈一样。他是个对未来有着极强期冀的年轻人。 他期待并将倾其所能为人类登月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同时，杰特也许说对了，他也是个经历了接近六个月艰苦庭审的人，一个自知说漏嘴就意味着罚款、牢狱之灾和自毁前程的人。他已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了许久，并将继续工作下去。第十一章：每条狗都能咬一口。没有泄密的商业泄密案件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第十二章《捍卫英镑，指黄金诞生记》。